哎呀，这个足感性的时间呐、啊，就是讲咱台中的大地文教基金会啊，咱的替阿碧啊上参与去这个学罗啊，这个志工啊，甲替阿碧啊写破的啊，穿透黑暗的天光这样的文学啊，就是这几年来，因甲阿碧啊上参啊，甲阿碧啊写破的啊，甲集转文学啊，咱四个志工拢来到现场啦吼。那呢，就是周淑宇主编，然后周淑宇主编。哎，你们看一下那一期，这意大利留学生来的呢，啊，意大利留学生来的呢，啊，另外就是张嘉玲主编呐，啊，这嘛是美国留学都陪你家生来的，哈、啊，另外就是康秀莹啊女士了哈，啊，金嘉义替这个珠彩啊，来亲自来珠彩编彩。来帮阿碧啊来啊来助餐的啦，啊个赖盈君啊赖盈君女士哈，我想下面就是讲，伊这四个人去做的代志啦，啊编出两本册，啊结果后面又汇编社改出版，我想哦，这个、时间卖拆开啦，这个、时间哦规个互伊做伙，啊出版社呢叶宝祥来讲，为啥物出这两本册？啊叶宝祥你来主持，互伊讲。以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，为什么叫阿碧来主场？为什么叫阿碧来写批？啊，为什么无爱跟林志玲写批？为什么无爱跟马英九写批？就偏偏爱跟这个阿碧来写批？我拄仔该做访问尔啦，我最后一个地方我讲问伊讲哦，万一马英九若有机会像阿碧来咧坐落，你要跟主场无？伊讲袂用啦，我来给我下这个会变色啦。我首先吼先介绍讲有啥出一本册啦，就是讲有一个咧美国吼一本著名的册叫做《秘密》，伊就讲世界上有作者这个生命的力量啊，牵引着每一个人啦吼，啊，这就是讲吸引力法则，啊，无就是讲这个心想事成啊吼。啊，我要讲有啥出这两本册呢？伊是这行花哥人管理的，啊，但是花哥可能唔知啊，过来。就是讲，二零零八年，花哥做无做这文件为主委副主委者，有出一本啊做五种，啊那五种吼，那叫我翻译啊做林北啦吼，大意啊做林北。啊，以前吼，伫一本册伫这个台北的高雄啊加这個台中吼，拢举办这新闻发表会，啊过来。哦，我这里花哥一个引导，啊过来。啊，这个。这本册吼，就是讲恁爸吼，就是伫这个发表会是伫台中啦吼，伊个空白伫台北车，可能花哥已经袂记啊。啊，我含伊参加嘛吼，啊伊伫遐来发表这个演讲，哦，啊，迄在场也是像讲位呢吼，哦，足济人呢。啊，我迄阵哦咧想讲啊，较奇怪，乌衣衫乌肤衫，啊，看这新书啊，看我买这书籍买甲痛甲要死。哦，啊，伊一本是伊政务官吼，啊，四大迄阵啊发表的诗啊吼，啊，甲做创作一个结果来。啊，我了就含这个啊大地文教基金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因缘种下嘛吼。啊，我伫二零零九年出版一本册叫做《陈水扁有没有罪》嘛吼。啊，这本册我阵有寄予啊蒋连文阿兄，啊，甲这个电视组，啊，当然这个电视组里面吼有只回响，啊，过来。啊，迄阵若出版一本吼，民进党为啥物失去政权呢？哦，啊，到2021吼，小英拍拼都失败了吼，三只小猪啊无成功，结果一天吼我去吼台北透风落雨，安尼吼天气作歹，啊伫电视做吼讲哇，台湾人吼大家心情作歹，吼、哦、你较紧过来写一本，啊我都真正写一本吼，2021民进党为什么拿不回政权？啊，伊吼加买两千本，啊，结果吼、哦、我摕着这个版税吼，摕着钱啊，走去读这个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，对不对？喂，啊，我读这个台湾研究所迄阵吼，啊，熟悉着迄个啊，跑的迄个郑宇立同学，啊，哦，就是讲迄阵伊的同学吼。
伊拄啊就是咧大地文教基金会吼，阮自从抗变人花哥去办迄、那个啊新册发表会迄阵吼，啊迄、那个是啊内底志工，啊这个志工吼，拄啊去咧台湾研究所吼，啊读这个论文是这個台湾信用，啊所以就是这个因缘凑巧吼，啊我迄阵甲讲啊，我要出你一本册，啊结果这個大地文教基金会杨世东阿哥讲，你卖甲出啦，因为吼。伊迄吼，伊若无够拍，你一定了钱啦吼。啊，伊就甲我讲，啊无你若要存咧啦吼，就是卖无了吼，阮大地分到基金会，我甲伊买倒转来。啊，但是讲吼，咱无遮遮尔闹鬼啦，干有钱咧，啊过来。啊，所以就是即个一年之下，我出即个台湾型的信用吼，遐老多几本吼。啊，了后就是啊，知影讲，即个大地分到基金会吼，有伫做遮个代志吼，就是讲。就是看守所迄阵吼，有写票啊，变啊，啊过来，吼啊啊有送餐有即个啊变，啊所以就是即因缘际会啦，包括啊就是花哥啦、电信组咧、康康啦，吼啊做下来去即大地文教旅游会结缘吼，啊刚好即两个节啊过来。其实讲啊，即张连炫伊讲一句话足好啊，其实花哥伫节目讲过啦吼，用即是台湾政治受难者。所写这个监狱文学，哦，我真正去找足侪资料安尼，哦，发现吼，那个足侪人真正用这个监狱文学做研究，甚至写这个硕士论文啊。阿扁啊，伊是伫这个狱中拢总啊，四单内底有写三分钟，好个。啊，伊老实讲啊，伊外表真是多产作家啦，伊有较厉害，好个。哦，我来讲这个监狱文学啊，就是讲。其实讲啊，我相信阿扁啊，这样物件啊，阿爸一定变成讲大研究的一个题材，那个，嘛啊，伫日本时代吼，一个注井事件，啊，迄阵有几个人啊，包括这个蒋渭水啦，哈，啊，拢去人抓去吼，过来，啊，了后这个蒋渭水啊，两度入狱哈，伊呐写不少，写《入狱日记》啦，《入狱感想》《狱中随笔》啦，啊，后来。这也变成讲吼，作者即个台湾文学的研究的一个地方，对，对。所以我是要甲各位讲啦吼，就是讲我本身吼，我是谢欣迄阵1968年迄阵入狱吼，都已经无偌久就发生这米尔多事件，啊米尔多事件，我迄阵伫受监吼，而且讲民意导案吼，应该尊重司法审判尊严。新闻界务夜抛啊，代劳啊，就是讲不要报纸审判哦。那些班民都会听袂听听人的，哦，迄个教官哦，甲所有的人都叫去吼，哇、哦啊，每一个人拢要吼要记过，要叫你安怎？结果吼、哦、是迄个陈所武，迄是一个这个校长吼，从改叫这学生啊，对。所以我讲我吼本来是拢看这个东华杂志，看杂志的，是吧？对。看过80年代，看过足济嘛吼，啊，但是较尾吼，我应该是出版社应该是订这种政论杂志的，啊，是唔够忽然安怎，讲出这种足软性啊，种鼓励人心吼，有这个善念的这种册啊，我一定我写的时阵有看过这个李润甫的《天空》嘛吼，啊，秋霜寸草心，就写一个高音啊，阿姨你妈妈离开。啊，怎去卖口香糖？啊，饲几家伙啊？哦，我阵看拢老晒，过来。啊，但是我吼，较捌看这两本书，其实我找回我当初的那种感动。我下文迄阵吼，闽南迄阵，哦，看到这种物件会哭，但是我老实讲，我看这两本书，我也是足感动的。啊，过来。但是我要甲各位讲，就是讲，其实我办这个出版社吼，我迄阵去问过这个黄叶红，黄叶红拿讲一句话来讲，吼。人迄款吼，迄厨师无吼，迄五星级的厨师，迄出师了拢等于拢家己拢开餐厅，啊，咱这记者吼上无效，无人敢出来开牛肉店，含头粿面，啊，所以我就是讲吼，这因缘之下就来开这间出版社，当然，伊可能也害啊，我唔知啊，但是目前为止吼，啊，都活得好好啦吼，啊，我来讲台湾人吼，就是讲为这个现象，咱看到啊有一群吼，就是讲真平凡。啊！但是伊吼默默地付出，后尾就讲就讲，刚才我讲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因缘际会哈，就是讲到这两本书出现嘛哈。我感觉讲阿扁啊，下辈
有足侪人诶啦，包括我若捌几个吼，伊写壁伊拢也会。啊，但是即种诶吼，就是后壁吼，咱爱搁做一摆诶即个收集，看有倒还搁出即个细节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希望即种诶吼，拢当保留。啊，过来。希望即个文册啊吼，本来头仔先要出版迄阵，想讲变一定出来。啊，想未到讲出版到即阵还袂出來。啊，但是希望讲即个文册出版吼。有这个病啊，无去人遗忘，以这酸碱的，第二个发挥一些力量啊。这个我今日情报啊，过来我就是把这个时间吼、用到这有这个志工来分享了哈。咱这个郑怡哈，伊是边这个扁餐呐哈，是不是来叫你来讲讲讲一下你的观点？